小资，你门口守着，任何人都不许进来。是。胆子越来越大了啊！你的府邸被严密监视，你以为我想穿这身皮啊？ 他现在在侦缉处和自立安在一起，他们昨晚还袭击了小阁楼。有人遇害吗？有。谁啊？资贵花同志。大人，我想，资贵花应该也是一个花名。 谁让你来找我的？方小姐，方小姐让我来的。你一定要告诉桂姨，这是方小姐的决定，是方小姐亲自给你布置的任务。她给我布置的任务。你昨晚见到她了？是的。几点？9:30。她给我布置完任务就出发离开上海了。